日前周扬青宣布同小猪罗志祥九年情玩完，仲大爆小猪恶行，有网民闹佢你得唔到就要毁咗佢。周扬青就疑似用分身账号留言话：我如果想毁掉他，绝唔系指到今日呢一步。如果佢只系单纯劈腿分手，我都绝唔会写呢篇文章。我讲最后一次，我用咁样嘅方式，系因为佢行为品质败坏，道德沦丧，并且绝无改过嘅可能，所以不想其他女生受害啊。之后佢再话分手之后问过妈妈，如果小猪追佢嗰阵，佢可以上网查到小猪嘅嘢，见到佢呢啲行为就绝对唔会同佢一齐。但可惜嗰阵冇一个被伤害过嘅女仔企出嚟，所以佢而家要做呢个人企出嚟啊。